韩剧《自白的代价》早前传出由宋慧乔、韩韶禧主演，不过之后剧组意见分歧导致该剧破局，两人被迫退出，制作也因此停摆，让众人相当失望。不过近日传出新消息，《自白的代价》制作将重启，两位主角将找来实力派影后全道燕以及金智媛演出，预计今年正式开拍。消息传出后掀起众人关注，对此全道燕经纪公司回应表示，的确收到了出演提案，这是正在讨论中的作品之一，而金智媛公司也证实收到提案，正在进行最后的调整。虽然无缘看到宋慧乔、韩韶禧合作，但众人还是相当期待全道燕和金智媛两人的演出啊。